别跟我说，我也是替人办事。但是，作为一个杀手，我对你不错吧？你说你死之前想唱首歌，我让你唱了。你唱了首什么？十五分钟啊！唱了十五分钟，不是故意的啊！足足让我等了十五分钟，一个转音我都没等到啊！ 转音儿？你唱 R&B 不需要转音儿吗？这事儿啊，这是小啊，不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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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最后一个部分，咱们来再唱一遍。Forever，大哥不会。Forever love，放在鼻腔难吗？大哥，我唱没有，我都没学过转音儿啊。来吧，把眼罩摘下来，看着我的手。Forever Love，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好。大哥，懂音乐，热爱。大哥，小弟又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以你这个专业水准，你应该当歌手，你当什么杀手啊你？哎，哟，10年前，嚯！ 就是你唱的这个地下通道啊！怎么了？是我在那儿唱。真的呀？这不唱歌不赚钱吗？然后呢？这不就当啥事？没什么说。聊天呢。不不不不，那个，我这还有首歌，来唱歌呢。你唱一首，我唱一首。来不及了，来，快来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来了。 放下，把它放下。我曾多少次梦见你，别谈了。梦见你那美丽的笑脸，太阳为你燃烧，月亮为你升起，星星它为你眨巴。